对我又是温柔又是莫名的冷漠，我的心像火熄灭，我煽动都是因为你左右。啊，太多的事要做，啊，怎能就此停留，挣脱所有枷锁，忘记伤痛，跨越最高的山峰。在以后，啊，都是无悔选择，付出所有光热，不要保留我的心，像风中自我。喂，老爷子电话。喂，你是阿彪吗？我是小华，你还记得吗？小华，小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马尼拉。是我对不起，如果当初我肯听你的话，不干这一行，我相信你爸爸不会硬生生的拆散我们。这是命，一切都是也在造化弄人，谁会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见面。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却是我的仇人。你胡想什么？他也是我的儿子，我时时刻刻也在想念我们的儿子。阿彪，小华，小华，我自从跟你分开那天起，我就没有顾忌，在走自己的路。几十年，我也娶妻生女，可是唯一陪伴我的女儿，却离我而去。我本想可以得到儿子，没想到他是我的敌人。阿彪，阿彪，
事情急在眉梢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想再劝劝周叔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案。学伟，我们要跟周叔兵刃相见，终究会有死伤。我不想，我不想造成这个局面。想想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？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。我们只有这个办法，逼宋子峰交出对我们不利的资料。学伟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劝一下周叔。 你们出去。是。子枫，子枫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？你母亲已经来了马尼拉呀。 喂，周叔，我是志成呐。什么事吗？周叔，关于宋子峰的事，我是最后的劝告你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。周叔，你一定要听我说，这是我最后的请求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周叔，你赶快将宋子峰解决，你不能再包庇他。所有的帮会的兄弟都得罪了，我不可能亲手杀死我的儿子。志成，你说什么？宋子峰是我的儿子？ 怎么样？他说什么？儿子，宋子峰是他儿子。什么？宋子峰是他儿子？表叔曾经告诉我，他失散了一个二十多年的儿子。怎么会是宋子峰呢？难怪他不肯杀宋子峰。 真是太不可思议！怎么会从敌对关系变成父子关系呢？成哥，你现在应该开窍了吧？他养了你二十年，你对他忠心耿耿的，所以说，生不如养大。他现在找到自己的儿子了，却一脚把你踢开。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。 他留下宋子峰是个祸害，会害死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为强，会痛失先机的。好，我们走。 抓走了，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千万要小心啊！没问题，马哈子带来不少人手，我们不会完全处理下风。我走了。太快一点！他不是我父亲，我没有这样子的父亲。子枫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他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。 痛苦地隐瞒了你二十几年，我却骗不了我自己呀！妈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是个恶贯满盈、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大罪犯。妈，我
绝对不会承认他是我们父亲。爸，小华，我真是罪孽深重。我的女儿死了，我的儿子又是我的敌人，这是我应有的报应。你去投案吧，跟我回台北去投案。我闯荡江湖几十年，我不会向官府屈服的。就是你是我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不会屈服。我不是你儿子，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？你们父子不要打了好不好？组长，我是文辉。报组长，周华彪跟宋子峰现在在 Indonesian Hotel。 好，我知道 Indonesian Hotel。周先生走了，别动了。啊，周先生，我知道周先生人在哪。很好，带我们去。你带回去吧。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始终不相信你父亲，你把这个带回去。台北的100亿算我收掉。你不怕国际上的老大追杀你？哼，我从现在开始离开江湖，没有人能抓到，没有人能捉到。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他是你父亲？就算妈求你，为了妈，子枫，子枫，你为什么不肯承认？小华，小华，让他静一静，啊，让他静静。周叔，我们找了你好苦啊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们是来告诉你，希望你马上退出中青会。退出中青会？还有最重要的，把人交出来。交人？交谁？你儿子宋子峰。哦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周叔，国际大佬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可能采取了行动。宋子峰手上握有对中青会不利的证据。哼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让你在中青会有这种地位，你居然吃里扒外找他们来对付。周叔，用不着怪子聪，他也是为大局着想。今天如果你不招呼宋子峰，我是不会让你走。那个，你敢！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为什么要找宋子峰的麻烦？你，如果你不交出宋子峰，我会杀了我。陈学文，我不相信你敢杀他。
小华，小华，小华，我害了你一生，这一生，我是白白流流，就这样，从十四在一起。妈，爸，妈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能死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好孝顺你。好，快救你母亲！小华，华彪的案子到现在算是结束，我们不能说是成功的完成了这次的任务，也不能说是失败，但是比较遗憾，就是负责这件案子的季子峰，竟然对周华彪有父子关系。更遗憾的是，我们本局当案子结束时，才知道这个重大的过失。这一点，我承认。请坐。现在呢，立刻召回宋子峰。菲律宾那边已经没有他的事情。包长官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，周华彪的案子一结束以后，我们刑事局就可以抓程学伟。不错，三天以后，程学伟就是你的人了。谢谢。李兄，你说多少？40万。这一次要不是靠你那批货，我这场仗不会打得那么漂亮，这算是吃红。学伟，香槟。来，米兄，庆祝我们大权在握。不必了，我还有事。哎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来，干杯。学伟，学伟，学伟，兄弟们都到齐了，出去跟他们说几句话吧。好，我忙了。正好，林兄，出来见见我那些兄弟。好啊，请。坐。陈先生。谢谢。陈先生，恭喜恭喜，再见。陈先生肯定找我们经营帮会的事情，我们有福气了。陈先生，我老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。周华彪这老家伙死得真好，他勾结警方。陈先生。你帮我们除了这个大害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对对对对，以后要跟陈先学习的地方还很多。呵呵，各位请坐，请坐，谢谢。林兄，请。各位，我陈学伟继承我岳父周华彪的位置，荣任周氏集团的负责人。今后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把集团业务做好。只要业务一上轨道，大家都有好处。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们一定支持陈先生，怎么样？对，我们一定支持陈先。对，各位，我现在介绍一个朋友给大家认识，这位是林向红，林大哥，以后就是我们的伙伴了，他会帮助我们集团带来无限的金钱和利益。陈学伟，你不用拉一派捧一派，我不是你以后的伙伴，你我是一码归一码，更不要跟我谈江湖上的规矩，因为。我不吃这一套，林向红。陈先，
去了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菲律宾已经没有什么我值得留恋的地方了。我悄悄告诉你，我第一天遇见你，我就很喜欢你。我们今生无缘相识，但愿来生我们永远在一起。燕婷，你安息吧，爸跟妈都会在这边陪你，不会寂寞的。一个星期，你还是没有来。为什么你要给我希望，又让我绝望？我恨郭家豪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也不会。在外人员，这段日子里，我们在离台北这么远的菲律宾，在一个没有邦交的国家里执行公务，纵然有这么多的不方便，但是大家仍然用尽一切的办法想要去完成任务。每个人都比在自己的国家里头还要全力以赴。请大家，我们的工作上级，我们的好朋友宋子鹏先生明天就要回台北奉召回去。这一次我们来了菲律宾，虽然任务并不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，但是唯一难能可贵的事就是匹夫有责，大家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尤其是子枫。虽然周华彪的事情令我们大家感到遗憾，但是你却令我们大家感到敬佩。不敬，宋杰，虽然你明天要回台北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好样，来，伙计。宋杰，以前对你不太了解，不过以前有见怪的地方，我希望能谅解一下。我敬你。哎，宋杰，虽然你上次对我不礼貌，我不追究了，我也敬你。离开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不过今天又让我感觉到像在自己家一样。虽然明天我就要回到我自己真正的家，可是我又有了离家的滋味。我没有什么多说的，谢谢大家，我等你们大家，台北再见。台北见。子枫，你放心回去，你一切的资料都会找回来。万事拜托了，没有这些资料的话，没有办法把陈学友定罪的。我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你父亲留这种资料带回台湾，我相信会有很大的作用。走，顺风，谢谢。我走。顺风，各位。
华帝立志张立军窝藏人犯，罪名成立，本席宣判监禁六个月。抱歉，没想到这件事情变成这个局面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来过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每天去看你。不用来了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义军，义军，义军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义军，你说话。义军，义军，我爱你。上次你救我被人家看到，这一次我不能再犯这个错误。你太残忍了！撤退，走！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到哪去？张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走。我已经杀了那么多警察，你不能再回去了。你把我害惨了，你这样教我怎么再过正常生活吗？张小姐，你要是进去坐牢的话，你出来也不会过正常生活。我是怕坐牢，可是我不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来救我啊！我要是不接囚车的话，我拿什么办法救你？你说。走吧，走。啊！死了三个华警，犯人也跑了。哎呀，这糟糕了！菲律宾警方一定以为这是有计划的劫狱行动啊！真是，哎。你说是谁啊？是林向红把义军给劫走的。林向红？哎呀，那义军在他手上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应该不会吧。哎，那他会不会把义军给放回来呢？希望如此吧。哎，您是郭先生吧？不是，你是？这是我们的本教交给你的，请赏光。谢谢。谁家的帖子？好，是秦世泽，他跟我说过有重要事找你谈，我居然把他忘了。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秦氏中心会的会长。对，这个人在菲律宾的华人社会里啊，也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我不想去。不好吧？也许真的有重要事情，还是去一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郭先生。啊，秦会长。你好，你好。来来，请坐。好，坐坐坐坐坐。秦会长啊，怎么只有我们这几位啊？哦，还有几个，马上就到。我以为你们中心会请吃饭，指定了一桌啊。不不，今天是我私人请吃饭，人少清静嘛，好谈事情。谈事情？你跟我有事情要谈吗？不不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没什么事。今天各位肯来吃饭呢，算是给我面子。来来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哦，到了到了。你好你好，秦先生。各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
不用介绍了，哈，我们都是老朋友。啊，金先生，对不起，你这顿饭我不能吃了。怎么，真的这么怕我们？我们又没刀又没枪的。大家都是我的客人嘛，就算给我点面子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只谈风月，不谈政治了。哎，欧主任这句话中听，我们今天只谈风月，不谈政治。啊，好好好，来来，坐坐坐坐，金，来来。 哎，两位大哥好啊！小滑头，哎，我不是小滑头，我是报名来吃饭的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一个人的时候是一条龙，两个人的时候都是虎，三个人的时候变成三条虫，而且呀，是互相咬住不放的虫呢。对呀，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有不团结的劣根性。哼，那也要看团结的基础跟条件呢。 我们团结的基础和客观条件是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我们都是为了抓罪犯跑到菲律宾来。对，各位先生，现在祖国已经改变了很多，我们已经不再斤斤计较的意识形态，我们只会谋求实际的效果，为人民谋福利。但是你们政府并不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啊。好好，我接受你们对我们政府。 不友善的态度，这个呢，需要时间和历史来化解我们之间的分歧。妈，他的话我就听得不太入。作为一个唯物论的实用主义者，我只关心能不能抓到林向鹏，就像你们关心这个能不能抓到陈学伟是一样的。这一点，我们的看法倒是一样的。从这一点出发。 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多一点沟通呢？童先生，你是想统战我？<笑>统战些什么呢？坦白说，我并不是统战部的人员，而你们也没有我统战的价值。<笑>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只谈风月，不谈政治的吗？哎，对对，来，大家喝酒喝酒<笑>啊！来来，童先生，看在你我都是刑警的份上，我不把你当敌人。 但是我也看不出来，目前我们彼此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胜任。郭组长，多谢你的坦白。不过，你没拿我当是外人。哎哎哎，我说过不把当敌人，不是外人。大家都是中国人嘛，还谈什么敌人呢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吃菜。来，大家来，大家来。哎呀，是啊，陈哥来。陈哥。 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学伟，你要出去。嗯，我军旅特地准备见孤儿院，今天开记者会。是啊，我们学伟啊，现在可是菲律宾的大善人呢，每天都要交际应酬，不知道有多风光呢。陈哥。 一起去吧，我顺便介绍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让你认识。我们现在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，应该多结交一些上流社会的人。我不去，我打算搬出去。为什么？难道住在这里不好？经过了这段日子的变化，我想一个人出去静一静。陈哥，坐。你这样子就搬出去。 别人会认为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？没有。陈哥，你是不是因为学伟派人把标书的灵堂给拆了，心里不高兴？其实人都死了，干嘛还摆个灵堂放家里出眉头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装束尸骨未寒，你就这么做？你对得起他老人家吗？陈哥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是我们在掌权。 摆个灵堂在这儿怪难看的，其实我是准备迁到顶楼，给他盖间祠堂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，当然，陈哥，现在可以安心留下来了吧？我还是要搬出去。为什么呢？还是为了周叔的事耿耿于怀。那一天的事你也亲眼看到了，情势逼人，不得不这么做。其实我也感到很内疚。我知道。 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陈哥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好兄弟。周叔的事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再说吧。喂，嘉豪吗？喂，义军，你在哪里？你现在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现在在。反正我很好。是不是林相公把你劫走的？你都知道了。义军，林相公把你劫走没有安什么好心眼，你现在行动自不自由？我。你还在林相公的手里。我是跟他在一起。电话是他叫你打给我的，他想怎么样？不是我自己要打给你的，嘉豪，我不想坐牢。义军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处境非常的恶劣，你不可以跟一个罪犯在一起。如果你再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他会把你给害死的。嘉豪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不想坐牢。你为什么都不关心这一点呢？为什么你老是要审查我？为什么呢？义军，你先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你听我说，你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摆脱他的控制。如果你行动自由的话，你就马上回来。什么事情以后我们再慢慢谈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你不用再来找我了。让我自己平静的好好想一想。喂，他挂掉了。组长，张小姐跟林向同究竟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也想弄清楚啊。喂，喂喂，哎，小陈啊，哎，我主任，啊，哪里打的电话？哪怕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一个好跳，一次去30公里，马上出发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打算没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回去的话，又怕警察找我。你真想让我这个逃犯保护你？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你真会跟我有同谋的心。姓郭的怎么说？你不用说他了，他一点都不体谅，一点都不为我的立场着想。谁？是我阿斗。进来。是。你看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过夜。这里安全吗？我都检查过，没有问题。嗯，那就住在这。好，我先去弄点吃的。小心点。放心。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请你不要走，我一个人会害怕。好吧，那我就坐在这里陪你，不过你得想清楚自己的去向，要不然别人还真以为我假死。除非啊，你想做贼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也不是很可怕吧。一个杀人犯还不可怕。哦，对了，上次你托我借你祖母的钱，我没有办到，很抱歉。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，我祖母已经去世半年多了，我也是最近才得到讯息。像你这样子亡命天涯的生活，你不觉得厌倦吗？这有什么办法？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已经走上绝路了，要是不让我走到尽头的话，我也不会轻言放弃。你有没有考虑到去自首投案呢？自首也救不了我自己的性命，因为我身上扛了十几条人命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放过。Thank you.
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你，但是你应该谅解我，我是有公主在身，对吗？我不在乎，我也不需要你关心。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通情犯，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你再跟我赌气，如果是我不对，我说不定我可以道歉，但是你不可以拿林向文来报复我。你不要自作多情，我更不需要接受你的道歉。我受够了。 你的心里永远只有任务，而我只是一个红粉知己。我再也不要跟你有任何的牵连，你走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大家从此以后互不相干。李娟，你知道你变了。人总是会变的。经过这么多事，我终于想通了，我们只是同病相怜。 并不是爱，你知道我是真心对你的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。一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试试。太晚了。一句，我现在叫你离开这里，如果你要抓我回去投案的话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这是何必？如果你真要走，你走，我不会抓你。 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再看。一军，千万不要跟林向总来往。张小姐，张小姐，张小姐她。 什么时候要跟我结婚嘛？李三，你没有看到我最近忙得很，哪有时间谈什么结婚？是啊，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大善人？铺桥修路，样样都有你的份。现在的菲律宾哪个人不知道你是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？不过，你可别忘了，台北的刑警正盯着你。 我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我现在是菲律宾的荣誉市民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到担心的是李志成。李志成怎么样？他这个人呢，是个死脑筋。他看见我杀死周华彪，我知道他心里很不舒服。我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你把他打发掉不就成了吗？不行，目前我们还需要他维持这个局面。 毕竟啊，还有很多人忠于他的。薛伟，这群人当中，这吴哥跟厉哥，这两个人迟早要除掉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姓林的。
那个大陆仔倒是令我头痛，不过我暂时不会去理会他了。这个人是个亡命之徒，我会小心的。不要打扰他。欧主任，菲律宾警方怎么说呢？我去找他们的警务处长，我告诉他，这绝不是我们的劫狱行动。我跟他说，你们已经去抓林将红了，而且准备救回张玉军。他问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一再告诉他，张玉军不可能跟林将红串谋的，也绝不会窝藏罪犯。哎，我认为啊，这件事情菲律宾的法庭有必要再审，我准备经过特殊的管道申请上诉。只有这样子，张玉军才有一线生机，能够免于牢狱之灾。可是你们这样子一来，我真是无话可说了。主任，我发觉我越来越不了解女人了。哎呀，女人啊，女人啊，就是三心二意，朝三暮四，朝九晚五。你看看我。我从来就不把女人放在心上，我把她放到后脑上。你们看，哎，那个张玉金啊，简直就是不给我们组长面子了。这如果是菲律宾的女人啊，不当场被打个半死啊，我这匹马就倒过来走。马哈迪说的对，我也觉得张玉金呢，根本就是故意放走林向红。真奇怪，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别的感情因素吗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我认为组长现在就应该马前拨水，拨他一身啊。喂，哪位？喂，我童万杰。是童先打来的。他们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没有话好讲了。哎喂，你不要挂电话，我有事跟你们组长谈。谁打来的？童先打来的。哎，我郭家浩，郭组长，我听说你们去抓林向红了。没错，郭组长，这林向红是我们要追捕的对象。我希望你们在得到他任何行踪，前往逮捕我的犯人的时候，务必要知会我一声，好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这样就不会让他跑了。再说，经过上一次的沟通，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点默契了。童先生，有件事情你可能搞不清楚吧？我们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但不是一家人，起码现在不是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要跟我合作，哦，我就给他来个马前泼水啊。